参事全体虔诚唱诵开经偈，走入岁末祝福灵山大法会。弘法一生
没有球球是好球，唯有有力量的强打者才能随时挥棒。希望我们能随时与人结好缘，重要的是跟众生结好缘。Thank you.
高灿平子师姐，哎呀，当时来家就好，哎，这边也是工作，又来这边，马上跟你讲说如何，说如何弄，好，我马上跟你讲，弄好了，我看来啦，哦，啊，车到这里，到这里是快的，我可以在这个当下，真的，虽然在小事，我们起头三寸有神奇，哦，虽然难做。掌声欢迎雅琴师姐。下午好。好。我们建奉三进师堂，从零到九十九岁，都一定有您可以来的课程，或者是您可以一起付出的地方。喜欢花花草草，有刚刚看到的园艺之功。那我们喜欢来学东西的，有裁缝，然后还有小家电维修，还有环保站等等。不管黎明黄昏，点亮人生。
哪个字是家，哪个人是家人，一直陪着你在时间浮沉。不管去到什么地方，遇到什么困难，永远都有故乡和肩膀。我是你的太阳，你是我的星光，彼此都是彼此的方向，永远不离不弃的伴。一起走过的岁月，一步一步都可贵，不用万语千言，团结让心感动体会，不怕山高水远。一起走过的岁月，点点滴滴都珍贵，传承爱的信念，酸苦醉人收获甘甜，人生的路很美。